神话悟空，你们女朋友给你买了吗？哎，来了媳妇儿，走啊，吃饭去吗？不，媳妇儿，我跟你商个事儿呗。什么事儿？我被顶包了。不是，就是我想买个悟空，黑悟空。买呗，那玩意儿。买啊？嗯。那你给我拿点钱呗。拿点钱？拿什么钱？那么买肯定得花钱嘛，我钱都在你那儿呢。你那个是手办吗？还是什么？不是手办，是个游戏。游戏？嗯。游戏你有多少个皮肤你不知道了吗？你有多少个游戏你不知道吗？不是皮肤，就老帅了，媳妇儿这他们都有，我也想要是吧？不买，你都多少个游戏了？不是媳妇，那都玩过玩腻了，我就想真的那老帅了，不媳妇。买，不是，买一个呗。不给你买，你都多少个了，你还要，你还玩？不是媳妇，买一个呗。不买，老帅不了。买，最后一遍，我告诉你不买，就不买。不买。说准了，说准了不买。你他妈自己去。哎，你干嘛去？你管呢？烦死了！不给买，不要了，不给买，不要了。啊，媳妇儿，那来了。你干嘛呢？我没干啥呀。你还生气吗？我没生气。你看一眼微信，钱给你转过去了。然后刚才路过的时候看瑞幸，他联名的，你说的什么孙悟空，都给你买了。不是你对我太好了吧？那你还生气吗？我本来我也没生气，我没让你生气。不生气了，能不能陪我去吃饭了？走走走，行，走走走。